往回这个深海迷航去啊！深海迷航玩完之后，玩那个恐怖游戏啊，开挂！你们的意思就是说，我说这话，这意思就是要开挂喽？嗯。好，嗯，等一下啊！OK，接着搞，嗯。这游戏有创造模式，啊，我不知道。你在教我做事啊？啊。噔噔噔噔噔！哎，这个加载怎么这么慢呢？加载。怎么加载那么慢？这游戏能打代码，这游戏其实是我操控了一个现实人类，操控了一个美国人，然后插上电脑芯片，用这个火箭把他送上了外太空外星，这是现实存在的，我正在操控了一个人。我来操控他回地球啊。
加载好慢啊，这个。好了。要修一下我的海礁号，修一下。海礁号。哎，我记得我有工作车厢啊，没有工作车厢吗？我现在吃不了鱼啊。为什么要玩奇异人生呢？唉，哦，那个我没带，哦，还是回家搞点饭吃啊，搞点饭吃去。1000米，这个鲲在海岸上都看到这个鲲了，鲲。那我渴死之前赶紧回去。游戏不能联机啊，啊，这个联不联机无所谓啊，有很多游戏联机不一定好玩啊，就类似于那种生存游戏啊，你要联机两个人一起玩的话，就没有那种生存的意思了啊，没有那种生存的意思。很多游戏它必须要这个独自生存才有趣，就是要独自生存。我不需要工具人，我觉得那样很无聊。如果一个生存游戏，一个人老跟着我的话，会打断我的思路的，会打断我生存的思路，很多思路都会打断的，就完全没有那种生存的感觉了。赶紧去抓鱼。一个人太孤独，人本来就是孤独的。你看贝爷怎么不找四五个人一起去生存呢？让别人去打掩物资啊，搞什么呢？那有什么意思啊？那谁会看？也没有意思，看下去也没有意思，玩的也没意思。他们十几个人，那为什么他们不把十几个人拍出来呢？只拍他一个呢？极地大眼仔，
抓点泡泡鱼。所以说拍出来就不好看了，就没意思了呀，那就无聊了呀。每一个野外求生的节目，没有一个人，没有他们是一个人，他们一个人搞的话，这很累。拍出来就假了，所以说嘛，生存游戏只适合一个人玩。我很讨厌生存游戏别人跟我玩，我特别讨厌啊。圈圈鱼。再去烧一个，森林都不算生存游戏了，森林我就想通个关。圈圈鱼，绿色地狱我都是单人玩啊，你看双人的我就玩了一下我就不玩了，因为我没意思，多人玩没意思。我先去找点酸性草来做点这个电池。哦，电池我身上有了，不用做了。离子晶体，离子晶体，钛锭，结晶流，硅胶。我觉得自己觉得玩的好玩的生存游戏是啥？自己觉得好玩的这个游戏，这个好玩。我吃了个生鱼是吧？海礁号车厢，起居车厢，两个纤维布，三个铅块。我插这个激光切割器，激光切割器啊。激光切割器是哪里弄啊？觉得哪个游戏难度最高？没有游戏难度最高，除非你想争世界第一，难度就高。游戏都是给人玩的，哪有什么难度高不高？你再难的游戏，你多玩一回，照样还是能玩过。没有什么高不高的。放。我的特大氧气瓶也没出来，你本来就是竞技类的，你要挑战别人，然后把别人打败，那才是最难的。你很多游戏你多死几次，多死个几个小时，死个几天，你想怎么玩就怎么玩，没有过不了的游戏。多死几次啊，人王二我都没玩，都玩了半个小时，那叫玩啊。你们是觉得如果一个人他要真想通关这个游戏，玩个一两天他通关不了，一两天通关不了，一两个月能通关吗？智狼我都通关两遍了，智狼就玩了两天，一天通关一遍，
而且每次我就玩几个小时，你给我每天玩20小时，两三天搞定，而且所有难度全部解锁。玩不过何来这玩不过一说呀、啊？你玩了一两次，几个小时玩不过，那就是玩不过。那几个小时换成几天，几天换成几个月，没有玩不过的。你记得我被吊了的？你只看几分钟，我直播4-5个小时，我2个小时打死一个 boss， 我打他100遍，他总会死一次，我无限复活，我凭什么打不过？我打过了，你又没看到。打完嫌疑狼不打，后面一大堆没打，你根本就没看，你根本就没看好吗？所以说，很多人他只看几分钟啊，他不管你玩不玩得过，他只看直播的时候他看到了，他就过了，没看到他就没过。他确实不看啊，有些人确实看都不看。这两个鱼也煮掉。只狼8周目双雄通关了，前天，你要有时间，别说8周目了，800周目、8000周目都可以，只要你愿意玩。所以说，只要你愿意啊。我操！核反应棒。啊，这不是核电池啊，反应棒。看错了，我还以为是核电池啊。金属碎片、核反应棒、花包、花包、包、开包。车厢我不带，这样速度慢。我要多捡点铅，多捡点铅回来，铅是一定要的。来下面去找铅去吧，立交桥下面应该有很多铅，铅块。对什么游戏印象深刻？没有什么游戏。反正有什么玩什么。其实有很多时候，怎么说呢？有时候玩游戏玩累了，其实不太想玩游戏，但是还得每天都玩，就是挺烦的有时候。嗯，这是什么？海礁号碎片，这个不要。海礁号碎片去立交桥。
圆盘。这是海昭号碎片。铅块，找铅块。再深一点看一下。你觉得直播对你来说是工作还是娱乐？就是想玩游戏的时候啊，比如说觉得这游戏特别好玩的时候，就是娱乐；觉得不好玩又强行玩下去啊，那就是工作，那就很累，啊，就特别累。它又单机游戏，它又不像这个，又不像其他的游戏，它能混。因为单机游戏你得不停的说话，你得不停的解说一下，说一下这个，说一下那个，每个游戏都不一样，人家看不懂嘛，人家也不玩这游戏，对吧？怎么能看懂？Warning, maximum depth reached. Hull damage imminent. 哟，我们找一找铅矿。这里有海虾号吗？这里没有海虾号。哎，我操！我操！是矿，矿也可以做这个。来，先进来吧。2块钱了，我们最起码要12块钱才能做完我们要做的东西。铅太少了。
偏还是少啊。保持原盘。修一下。铅是很烦啊，铅块儿。哎，这边有冰果，先吃点冰果。一块儿，两块儿，三块，四块。他把我什么抱走了？小屁东西！这边有个潜水艇。海藻根包，银矿也可以多来一点。银矿这个东西后期或许会缺啊，银质矿、金银矿都可以来一点。这里好像有一个这个逃生舱，可以扫描到东西。钛矿、金矿。这什么？先驱者技术。先驱者技术要扫描15个海藻根。啊，就这吗？海猴子巢穴，海猴蛋，激光切割器，扫到，漂亮。OK， 学会激光切割器之后，我们就可以去切割那个大型的船了。而且我摸了一个海猴子蛋啊，可以这个孵这个海猴子。当他的爸爸。炫星鱼，这个炫星鱼好像这个可以有一个炫星鱼，潇洒。海猴子不是水鬼吗？谁说的？那是水猴子吧？可以帮我捡物资啊，海猴子，海猴蛋，当爸爸了。回去赶紧做一个激光切割器去切割，只要现在开始切割了啊，我们的物资就无穷无尽。先做了再说，美芝芝。
彩猴子蛋，刚好可以孵蛋的。那这只海猴子，看捡了几个圈啊，捡了这个聚苯胺，捡了这个几个圈，三个千块。看一下那个激光切割器需不需要钱，放了吧。炫星雨，激光切割器需要两个钻石，一个电池，一个结晶流。刚好什么都有。激光切割器 OK， 美芝芝搞定。有了激光切割器之后，就可以切开我们之前没有切开的沉船了。海底最深多少米？17万米。17万米。应急物资储藏处。应急物资储藏处，怎么还有个应急物资？那边，看下去。看有什么？海猴子为什么跟着我？因为我取了他们的卵蛋。先把东西存着啊，东西存着。我有一个梦想，就是在我这个以后不直播了之后啊，我就要下这个深海去看一看，深海海底10000米，那到底是什么样的？17万米吗？17万米是这个游戏里面，这是外星，又不是地球。我说地球，地球我要下10000米，去看一看。扫描器。上我的海礁号，水下推进器碎片。我穿过潜水服吗？潜水服，我潜水还需要潜水服啊？啊，你他妈在逗我！我操！静如乌龟吐口水，动如蛟龙吐火球啊！像我这么深龙的人还要潜水服啊？在搞笑你？潜个屁！头一栽直接往下沉，就 OK 了。
们说这下面到底有没有海沙号啊？下面搜一搜吧，这边离得比较，离家里的立交桥比较远，这是另外一个立交桥。那这边很多物资还没捡呢，看一下这什么呀？我操！我捡过这边的物资，离家400米，没错没错。这边走，反向走，对。这边，然后摆个像。火山上面，火箭岛上面有海沙，我找过了，这个岛上没有海沙。一天赚几百，来，我告诉你，一天赚几个亿的项目，你要不要啊？这样子，啊，很简单，你只要给我100块啊，我用100块去买个几千万冥币，我每天给你1亿烧给你啊，好吧？等你死了就能收到了。你看这美呆子美滋滋啊，一天到晚做个几百块的项目，在这吹牛逼，哎呀，垃圾。我们都是谈上亿、上万亿、上万亿的，好吧？不要在这扯了啊！嗯，这边怎么这么多这个圈圈鱼啊？我不会死吧？这里。我操！那边，我记得是离家1400米，可能离家是1400米。
就是这里啊。这就是不做标记的下场，我还需要做标记啊。山旁边，到现在还没有指南针吗？要指南针有什么用？反正又看不懂。怀疑我走反了，这边是立交桥对吧？我怎么会在这边立交桥？我记得这里好像我来过，好像就在附近啊。哦，那边。岛上的150米下面有一个大门，什么大门？其实我身上多的是，哎，这里为什么会有一个门？没搞错吧？这什么东西啊？修一下啊，焊接。这是什么地方？这是干什么？这就很奇怪，你们看到没有？在海底140米有这么一个地方，它里面藏着什么？有什么东西？啊？你们觉得呢？啊，我嘘嘘一下，3秒钟。
好，来了啊！哎呀，送大家一台这个苹果平板电脑啊，苹果平板电脑，苹果平板电脑 ，OK。我看看这个什么。好了。好，看一下。刚刚有个人影过去了，吓唬我。哈哈，你们以为我怕吗？哈哈。搞笑，有个人影过去了，吓我！哎呀，我操，好深呐！我操！气会不会不够啊？先存一下。热能发电机碎片，热能发电机可以做了。哇，好大的金矿！哇，海沙号碎片，海沙号扫完就可以做海沙号了。哎，这瞎子锤我，这死瞎子。海沙号电钻手，铝化金阳体，化金阳体。升级控制台，我快没氧气了。海沙号喷射模式，喷射模组，工业照明灯。啊，快走快走快走，快没氧气了。来得及吗？我能上去吗？氧气不足30秒，够了。我要下来两次，下来两波才行，不然氧气不够。PDA 等会再拿。这波不美滋滋吗？美滋滋，美滋滋啊！开不进去。歪着，哎，我操！莫强求吧，还是这放不了多少物资啊！这个海沙号弹射模组，缺吃喝怎么办？
卸了车头能进去？你们确定？没事，不要硬塞，好吧？哎呀，你们老让我硬塞。它很明显，它这个尺寸它就不对呀，啊！这个绿色什么东西啊？杀虫，咦，好恶心啊！这波搜物资要搜快点了，这个海虾扫过了吧？这手臂也扫过了。这个也扫描过了，下一个得快点扫，快点回去。头灯好了，我得走了。气不够啊，哥哥。能回去吗？30 seconds。能不能回去啊？我知道还有一个，但是臣妾要挂了。还好这边可以回一口气。30 seconds。那我还差一个海沙号，我要再扫一个才行啊！再扫一个，我怕扫能扫到吗？这呼吸不够啊！只要能把海沙号搞了之后，我们就可以，哎呀，可以无敌了。存一个档吧，再试一下吧。超大容量氧气瓶，我现在做不出来，现在做不出来。在我进去的第二个地方搞个高级氧气瓶。
里啊？我靠，什么热能发电机解锁。美芝芝海虾号解锁，可以做海虾号了啊！这个是海底机器人，我们可以骑上这个机器人暴打海底一切怪物，暴打海底一切怪物。美芝芝，赶紧回去喝水，快渴死了。哎呀，还有东西不要急，到时候把机器人一做，给它开下来，慢慢弄。这些东西都是小东西。赶紧喝水去啊！没有工作台做不了标记啊。海虾号其实就采矿，采矿很重要啊。要做信标才能标记，我身上没有信标。莫慌，好吧，噔噔噔，不要急，哎呀，真是的，我会死吗？看我的嘴型，我会死吗？我都不急。跟你们说，美芝芝知道吧？做饭。水煮泡泡鱼，美芝芝。水煮泡泡鱼，哎，我记得我们这有魔石泡泡鱼啊，我已经好几年没吃过了，好不好吃？再多吃一点，然后做海虾号。这几个鱼全部逮掉啊！今天我们的晚饭啊，我的意思是皇帝不敌太监，我可没这么说啊，是你们自己说的。
我没有那么说啊，我看你们自己在那刷。我有一个捕鱼车厢，捕鱼车厢可以无限捕鱼啊，做一个捕鱼车厢无限捕鱼。美滋滋啊，海沙号需要一个动力电池跟这个釉瓷玻璃加两个塑钢锭，三个铅块 OK 可以做。这个简单啊，我们先做一个小电池吧。金属探矿器需要一个电池加一个钛，我们可以看一下这个电池能量只有1%，加一个钛做一个电池出来 OK， 把这个电池扣下来，这个探矿器也扣下来，然后快没有电的装满电。用没有电的电池，然后再做两个探矿器，再做一个探矿器吧。做一个探矿器就等于说有一颗满电电池。好，再把这两个探矿器给它丢掉，这样永远都不会缺电的啊！可以刷啊，可以这样刷。塑钢锭需要这个很多的钛的话，工作车厢里面有。这两个还没有电的电池，没有电电池怎么办呢？用两个没有电的电池合成一个动力电池，这样的话就不浪费动力电池，反正用完了。不需要做充电器啊，浪费时间啊，还做充电器呢，电池无限，把没有电的电池做成有用的电池，先把电池的电用完，然后再做一个新电池，这样就是无限的。钛锭，然后再做这个钛。这样就无穷无尽。聚苯胺，离子电池，我操，离子电池怎么做啊？这道题我不会做呀。哎呀，这个离子电池这个有点牛逼啊，我操，我想来一个呀，好牛逼啊。
身体工具台，我月亮池还没有呢，我暂时没有月亮池。这么好做不了，我连一个房子，连个家都没做，我连个家都没做，我去。离子电池我看一下，两个电池加一个硅胶，硅胶美滋滋，两个小的没有电的电池换一个大的电池，百分百电。然后还有这个釉瓷玻璃，釉瓷玻璃做釉瓷玻璃，一个千块，一个钻石，一个玻璃，千块钻石玻璃。我还少一个材料，一个铅，刚好够。海沙号，搞定。美滋滋。然后海沙号的喷射模组，它模组是打哪里？在哪里装模组？海沙号，只能在月亮池里面造模组吗？是吧？手臂上面，这是橱柜。海沙号喷射装置，强大的喷射装置，提高机甲的跳跃力。我们再做一个海沙的手臂，探矿手臂，捕鱼车厢，海沙号，对接车厢，工作车厢，储物车厢，起居车厢，需要很多千块。海礁号的 MK2 抗压模组，海礁号 MK3 抗压模组，现况釉瓷玻璃，铝化晶阳体，海礁号的喷射装置，海沙号的电钻手臂，需要五个钛一个锂一个钻石，载具升级，海礁号的深潜模组。哎，载具升级在哪里做？这些在哪里做呢？MK2 MK3 抗压，就是说抗水压，我们可以进更深的海底，进更深的海底。
在工作车厢里面坐吗？工作车厢里面坐不了。那我把工作车厢接上啊，接上吧。有区别吗？哟我靠，真可以！需要两个右侧玻璃，一个塑钢锭，深潜模组。但是没有海虾号模组啊。海礁号喷射装置，引擎模组，喷射装置，右侧玻璃。需要啊，哈，这是海礁号哈，这个角度有点歪，真的有点歪了。这个海礁号就是海底列车啊，我只坐了两节啊，我们可以坐二十节。等我坐出二十节，我就可以海底像一条龙啊。像一条蛟龙一样在海底翻腾，然后呢，我等会做一个对接车厢，就可以把这个海虾号啊挂在上面啊，挂在这个上面。这样的话，我就是一条龙在那游来游去，然后呢，这个机器人呢可以随时放下来，也可以随时上去，知道吧？但我现在材料不够，缺这个极度缺这个铅啊铅。先捡点石英，我们做点这个右侧玻璃啊。所以它叫海礁号啊，所以它叫海礁号啊，它肯定是有原因的呀。得一条龙，一条龙服务，一条龙啊。大家好，我叫一条龙，给你们服务一下，你们要不要？服务绝对到位。石英，石英，觉得家附近有很多石英的。石英怎么有点感觉有点少啊？金块，快！哎，海猴子墓穴，现矿，我现矿好啊，这是好东西啊，这东西我怎么扫不了呢？你们在教我做事啊？啊，我就要读现况。要啥？海猴，海猴胆，激光切割器碎片，激光切割器我有。
么清华文学，我是北大文学系博士后，知道吧？水下，这全是水下推进器啊！我操！石英，我们需要石英。怎么跟博士后讲话呢？能不能给博士后一点尊重？球碎片，感觉我摸材料怎么越摸越深呢？载具舱建造，啊，这个我有。海礁号碎片，铅块，美芝芝，又捡了很多铅块出来。多找点这个铅块啊，铅制矿石，极度缺这个铅制矿石，其他的都不怎么缺。造碎片，是姚老大。哎，三块钱美芝芝，每多三块钱，我们就可以多做一节车厢，是不是？我们现在可以做三节车厢，等会做一个对接车厢，把海沙号带着就可以了。我们要对接，最好捡六个铅。载具舱建造。矿石，怎么取消这个标记啊？啊，标记多了有点烦呢。升级扫描，升级控制台，月亮池升级控制台。磁铁矿，
哎，锂矿，锂矿，这个还是很重要啊。哎，先保存一下吧，免得回不去了啊。钻石。这边有很多气啊，钻石，这一波回去我就发财了，这么多材料，好多东西都可以做。钻石倒是挺多啊，但我想要铅啊，鄙人想要铅怎么办？我又不怕，这东西你们怕啊？胆子真小。没看我走来走去如鱼得水吗？啊，我他妈上辈子就是一条鱼。载具舱碎片，我要找铅块，铅块。给点铅吧。叫叫叫叫你妹叫。小心我过去撕了你的嘴。这个铅块特别难找，现在身上有几块了？一块，我操！我现在才两块吗？现在一共才两块钱。这也太坑爹了！银质矿石，有碳矿器不想用，麻烦。哎，三块钱，你可以做一个。看一下做个什么啊？做一个这个对接车厢啊，做一个对接车厢。有一条鱼跟着我，啊，很正常，因为我长得帅嘛。长得帅有人跟着很正常。储物车厢。海礁号对接车厢需要两个铅块，一个高级机械盒，
一个塑钢锭，高级接线盒塑钢锭。抗压模组，做右磁玻璃，哇，一个右磁玻璃不够，要做两个右磁玻璃才能做 MK1 抗压模组。我先做 MK1 抗压模组呢，还是先做对接车厢，先把海虾号带在身上呢？二选一，交给你们了，这个问题。模组就可以潜更深的海底，抗压，不，抗压模组就可以潜更深的海底，对接的话就可以带海虾，但是不能潜太深。抗压一应该是300米吧，我想想。Vital signs stabilizing。能源耗尽，没电了是吧？想一下，还是抗压吧，抗压捡物资更快，捡完之后然后再先抗压。拿一个皮球，三个右磁玻璃刚好可以做 MK2 抗压， MK3 抗压。MK3 做不了，能做12。12，美滋滋。三个右磁玻璃，两个，三个。然后两个塑钢锭，两个塑钢锭。塑钢锭我只有一个，把动力电池放过去，再把探矿器的这个电池抽下来，装到这个上面。电池在哪里啊？
MK1 抗压，然后再做 MK2 抗压，拆一个塑钢锭，拆一个塑钢锭。塑钢锭是一个钛锭，一个钛棒加两个锂，加两个锂矿。两个梨，太加梨然后 MK2 抗压模组应该扛到500米，500米深度，比海虾的深度要高，海虾现在目前是400米。 MK2 然后模组升级，在我找一找模组升级在哪里，可以承受水压500米，怎么样？搞起，牛逼了吧？承受500米的水压，500米什么概念啊？海底500米什么概念啊？来做点鱼吃一下。现在我们就可以走，搞起啊！500米走起，我先抓点鱼好吧，等会没饭吃啊。我们要更加深入这个海底，对接器我现在做不了了，做的是 MK 抗压。呀，这有冰果，我的冰果。这个冰果好像是永不腐坏的吧？那现在就是各沉船啊，我现在激光切割器也做好了呀，各沉船去吧。